委员，咱的许秘书、许特助啦，哈，啊，很牛，这些咱的，给咱的咱的男主角、女主角哈，咱的大哥大姐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谢谢啊，阿布阿丹总副院长有报告，这个活动已经举办连续举办八天啊，哈，真正非常的不简单。好、哦，啊，上主要是，听讲今仔日吼，有一位咱参加比赛的这个大哥大姐吼、哦，已经有一个是97岁的这个中奖啦吼。唔、哦、知影讲这个中奖即个伫倒位吼，伫倒？咱97岁的这位中奖，很出奇伫倒？哇，咱是不是站起来吼？站起来，哦，100岁啊吗？昆山木林的。哦，100岁，100岁，哇，咱掌声来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哦。未来的榜样，真正吼，100岁吼，人咧讲吼，人生70才开始啦吼，其实80也是无啥物，90也是满满是啦吼，所以讲吼，咱拢爱健康快乐，食饱你讲对不对？啊，谢谢。啊，因为吼有比赛，就有这个输赢啦吼，要唔看人咧讲，咱台湾电视这个金钟奖也好，金马奖也好，咱讲啥，入围就是得奖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头前吼有三位，咱非常优秀，啊，佮辛苦咱的评审老师啦吼，咱是不是把咱的评审老师拢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吼，伫个遮尼激烈即个比赛当中吼，你要来评出即个分数吼，有时是真困难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庄老师、林老师、啊，佮咱陈老师吼，就是爱较辛苦辛苦啦。爱伫个今仔日52队诶，即个比赛诶，即个队伍内底啦吼，啊，真正非常诶无简单吼。听讲头，我听讲咱南平区有派3队啦吼，莫怪讲阮萧太华、阮萧区长吼，特别安尼跋山过岭吼，来到咱南平区，啊来参加着咱今仔即个活动啦吼。啊，所以伫即边遮，今仔要再次顺代表着咱消费局吼，啊，嘛要感谢咱市立病院、咱秀山病院。长久以来，啊，咱的民委基金会，吼，大家知影讲，咱基金会董事长是咱台湾一旁咱的三党的啦，吼，应该是咱的三党的，吼，啊，长期以来，吼，啊，嘛都配合着咱消费局推送着咱真侪咱消费局的业务，特别咱即摆吼，上届，吼，咱中奖上届需要就是咱的长照2.0，吼，不管是咱的日照居家，还是咱的喘息服务，吼，这些都是咱的中国时代吼上届需要的这个项目，吼，啊，最老需要的所在。咱小会叫另外同大家协作会，哦，啊，咱的长照专线19661966，哦，咱老师来所在，随时来打电话，咱的长照专线哦1966，哦，还是啊，咱就近社区，咱的区长也好，咱的里长也好，哦，伊都会当甲咱小会叫做第一线、第一时间的这个配合，哦，啊，所以这边听跟咱再一次哦，特别爱代表着阮吴局长，哦，我头湾在搞阮。副校长讲哦，我即摆阮局长哦，健康哦应该是喵喵啦吼，因为头过安尼足侪人拢要问讲，我迄群表啥人无来啦吼，啊所以讲我想伊即摆吼，可能佫歹健康喵喵啦吼，啊所以真正再一次代表咱社会局，祝贺咱今仔日的即个活动啦吼，会当圆满成功，啊现场的中辈时代，大家当身体健康，合家平安哦，咱即个林俊仁委员吼，亲身关心那个现场，咱掌声来鼓励一下，好欢迎一下咱林俊仁委员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再次谢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秘书林秘书。